今天礼拜三来拉一本来啊，今天呢是台湾文化旅馆1861年的一个商业，不过呢我会有点点气气的到底像以前的时候每一拜这读到一个国庆的时候呢，哎，都有一天的一个不通哈，我觉得被那边也没了哈，就新年就搞定哈，哎，讲到呢，哎，摩云堆彩云压压好，也表示讲和平。不过呢，那问题到底是和平呢？哎，也是有另外一个力量在后面，把人搞到不敢讲话哈。那有点另外一个担心哈。最近呢，同一个好朋友，那个朋友呢，来先去德国时候，认识的，日本邻居哈，连日本艺术家，不能也无嘛去搞一个政治啦，哈，不过呢，其实他关心世界，后来呢，提出多了一个斯里兰卡，所以呢，其实。看到这个神法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无可能够无去谈到一个所谓的政治的问题哈。最近呢，一方面学框架法，一方面呢学聊一个斯里兰卡。那斯里兰卡呢，前两文章完全佛品哦，一个佛品呢，就是讲也不能有25年的一个内战，25年的内战，就是叫个。塔米尔，然后一个新加坡，一两个种族的人去打架，打来打去，25年，终于呢，一场和平。不过这和平到底有把问题解决吗？一个造成一个斯里兰卡内战的一个英雄，讲起来呢，出名提过。我讲到鸦片的时候，突然之间啊，感觉斯里兰卡一种台湾呢。斯里兰卡老台湾有几方一枪的地方。那个时候去斯里兰卡的时候，我朋友说见了，然后我就一方的比，你记得斯里兰卡就是一个印度的大厦，一个小的一个国家，像台湾一样的一个岛国啊。第二呢，你斯里兰卡。虽然号称讲，伊系一个太平洋方，一个对印度洋方的一粒，讲系一粒一个钻石也好，吼，讲伊个宝石也好，吼，也或者讲珍珠也好，我都冇有见一归村的东西。啊，不过呢，伊系完全脱离起这片金山讲嘛，也一连圈一个泰国，伊同样个泰国国家呢，有伊南文化的一个。血缘，然后一个文化方面的一个关系。第三呢，伊都不应该出名过，哈。第四呢，伊国内有一群的人而脱离，啊，不过呢，不可能，哈。第五呢，一两个国家，他都记得台湾呀，有一台一三样，就茶叶，一个斯里兰卡呢，也出生一朵一茶叶，哈。第六呢，也不靠土的。特别的多哈，几呀几方一个穷养的一个问题呢，所以呢，这时候有法德的精神去研究，也发觉讲原来呢，佮要造成一个内战，也唔见得系伊国内的问题，隐藏呢都系来自于伊诺贝尔嘅泰国，或者讲呢伊原来一个亲美国哈，错下来一朵一个问题。像比如说一个斯里兰卡的曾经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不过呢一个英国呢他从来都没有用一个斯里兰卡完完全全吃住也用于分裂，不过呢斯里兰卡大概25年的内战呢，那英国一时时的他都没有付出有什么代价，等到他扶贫了以后，好他就是在进口东西把这种改在一了哈。里头一个塔米尔人哈，伊个本来呢，伊个眼神骨并唔咩切一个斯里兰卡，伊系对印度过来的呀，按你讲一个印度，并且参与一件事情，且鼓舞一个
塔米尔人还有一个孙加罗人中间的一个冲突。按理讲呢，佮英国对一个斯里兰卡佮内战的扶植，伊唔过佮一时的都冇扶植啊。哎，再讲，伊同台湾有一个马的汹涌的地方，所以讲，哎，斯里兰卡以前内战的时候呢，中国的力量就已经入去了啊。其实一个斯里兰卡的内战一结束了以后呢，伊老一个印度两个国家都是抢劫，抢劫一个。也叫做太平啊，所以呢，搞了半天，要给一个国家，以后有内战的时候呢，其他的国家都在等，等等的是嘛的时候呢，哎，做的是分一堆太平，所以呢，啊，要给一个国家还没有办法吃住，那个是太一太事情。再来讲，前两年呢，在台湾曾经办过一个有医生去。不过不是医生性那么一冲业的一个台币我们说APGN 就亚族太平洋一个地方的一个绿色团体的一个名录按那个一个分析一度呢有两个斯里兰卡的在年轻人在黑东阿布卡在黑东阿布卡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哎我就感觉有两个年轻人呢一个呢哦对一个政治充满了一个热情，哈、哦！以前这边呢，不断的去讲，啊，让个得到肯定。那另外一个什么人呢？一点点的坐这边，伊就来拖啊，拖嘛个东西呢？一个报告，那个报告是嘛个呢？哦，原来是一个食粮会议，就亚太地区的一个食粮会议。伊一边拖呢，一边就，那感觉伊还出生一个好家庭的一个生活的，不过呢，伊忧心忡忡。伊讲呢，一个非裔方啊，大部分去参加的人啊，一个国家呢，伊给地方的人民一年制作的是到一船听听，而且台湾江西人，而且台湾一年是三多人都很多想特色哦，啊，要肉要那个东西。不过呢，那一边来聊，一边看一朵事情呢，实在跟我讲，其实呢，莫老多台湾唔会变成安尼。再来看，哈、哦，亚裔去，哦，我看到，哎，有个朋友呢，哎，给带了一个，哎，就听过你作为双十的一个杂志，一度呢，哎，看到有一篇，哎，70年内战结束，其实作为。才3年以前，一个菲律宾呢，给宣布老南方一个穆斯林一个反抗军哈，莫洛伊斯兰哈、啊，就一个解放阵线呢，差不多一个和平协议哈，所以呢，伊虽然讲内战结束诶，不过呢，来接看前面一个斯里兰卡呢，伊经过25年的一个内战以后，还没把一个所有问题都解决呢。不是从这边一个朋友来到台湾的时候，就同我讲，你有没有可能呢？一个，从内战的时候长生出来一个青年呢，伊到25岁的时候，骨也脑子里都只想到恨，都想到对方用来对付你。按你一个人格的形状，你敢会因为战争结束就结束了？所以呢，一场战争造成了一个后果，是一场戏。所以呢，有时候是想到讲，去台湾，有时候呢，讲到一个冲突的问题，也不要讲讲到一种冲突的问题哈。当然啦，一种内容必须要谈哈。啊，不过呢，千万莫战争，千万莫战争，一个战争是才莫嘛以后搞哈。那个是呢，压下出去很的痛恨，经过一个25年，或者讲50年，哈，一个。有可能从亚一个亚个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里头，你就根本就不可能去改变了哈。亚个一个史料，不过呢，台湾人的继续写哈，所以呢，一方面在那节目里头呢，强调一批，至少要穷啊，要穷穷哈，以今年亚个媒体哈，不过呢，伊对亚个媒体呢，有段时间也失望。很多其他感觉，比如说的，做的事情上面，不过呢，又感觉讲，
必须要还要行专业的媒体了，因为呢，唔做人用一个太媒体过分的太来影响到，冇办法去做自主的一个思考，哈、哦，必须要提的一朵事情，一朵事情呢，先生还不能提的嘞，你这样提的讲，不用来解决，唔会讲疼的人家。且同讲，你应该恨哪个人？你就疼得起恨哪个人？嗯，同佮讲，你应该要把万人打倒，你就去打倒万人。不过打一半天呢，对人家手臂个用处不大，一些的好处都冇哈。要比今天才呢节目，比如我做古碧玲哈，古碧玲，各位听众好，陈兰姐好，那个古碧玲呢，佮原来在一个媒体，伊都台媒体啊工作过哈、很长时间，对。伊也系去台湾呢，他还都提到讲，有一段时间一个做一个上运通哈，那时候呢去台湾贵业沙地运通里都是一冲业喂哈，啊那时候呢，也参与过。520呀、在现场采访、对哦，是有些现场采访是当时呢就是感觉讲一多年呢也不应该安尼推来推去哈、你感觉讲莫去改见解，所以莫脱去的思考，所以已经想要跟他讲，你得讲不让来脱去思考，我不应该脱去思考，不应该看一个真见的一个事实是好、所以当时一多的。一个有理想的一个媒体呢，也都行做媒体。是，对。你同人讲，你到底哪个原因离开媒体呢？我离开媒体哈，其实我当时在，我想那个在520的时候，我是很年轻的记者哈。那那一年其实是蛮精彩的哈。那年我们新新闻正好也是那一年创办的哈。那所以新新闻到今年是25岁，刚唔记得讲诶，对对对，其实呢，一个古碧玲嘅，一下已经从当时一个菜鸟，对对对，都一下已经变成新新闻的一个主编，对对 对, 对，我现在是那个因为经过了25年，那那个时候新新闻其实创刊的时候，其实报道了很多社会运动，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时报系嘛，那我们就非常的崇拜新新闻，因为新新闻几个创办人都是我们新新闻出去，都是我们中国时报出去的哈。那几位四位创办人，那他们坚持这个媒体的理想，所以我们就一直非常仰慕他们，鼓舞他们，然后也一直在不管是报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哈，那我也是第一代跑两岸经贸的记者哈，所以其实也蛮长的时间，真的我在媒体好长的时间。那那个芬兰问我说为什么会离开媒体，其实我觉得后来台湾的媒体。真的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功能性导向、就是我们开始会很注重说啊什么东西是成功学啊，什么样成功的人啊，然后可以让你赚多少钱啊，譬如说哇你几岁就赚第一桶金啊哈、然后一年可以什么譬如年薪两万，一年可以赚什么1000万啊哈、媒体越来越是这样的东西。那我自己在看到国外很多媒体，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是很多元的，不是只有一个单一面向、所以当时我就对台湾媒体，我觉得说、大家我都一直觉得说哇那个媒体因为这样做得很好，所以每一个都要去 model 它、那越来越是这样，我后来我就觉得说啊，这媒体再做下去整个环境，我觉得跟我们当年年少的时候做媒体，那那个时候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我觉得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想，我觉得台湾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出在教育，我们对很多东西的思考是非常的单一面向，虽然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很多元化，可是我觉得很多思考还是很单一面向，那我觉得应该回到教育问题。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离开媒体去做跟亲子教育有关的工作。好，那那时候去了一个基金会，那后来可是我去的那个基金会也有意思了，对、要给从一个太媒体，对对，谈到那么一个平台，对对对，有意思。休息一下，等下再来谈，用个再讲到这个题。